好，我是小编雅芳，我现在是在空军航空开放活动的现场。听说啊，在空军展馆有位院士在招生，走，咱们去看看。王主任您好。您好。听说有院士来招生了，是真的吗？啊，是这样的，今年空军航空开放活动新设立了地面院校招生展区，我们展区组织了院士沙龙活动，特别邀请空军院校的院士到我们展区，跟广大学生和家长们进行主题交流，让广大学生和家长朋友们了解我们空军院校教学科研的一些特点、内容，还有办学实力和特色优势。正好我们那个沙龙马上开始了，邀请您过来跟我们一起听一下。太好了。与我们的青年年轻人、青年学子互动啊，我感到非常好高兴。青年学生们这么踊跃的提问，对空军呢高度的关心、高度的重视，那么也渴望到空军来啊，在空军建功立业啊，发展建设我们的空军。我作为空军院校的一员，做一个教员啊，培养人才啊，我们是我的根本的任务啊，所以我很愿意跟那个学生们讲讲，跟学生们沟通，回答学生们的问题。刚刚听了院士的讲话，我更加坚定了想要报考空军院校的决心。我希望两年之后能考上一所心仪的空军院校。我们展区还设立了政策咨询区、体验互动区和主体展示区这三个功能区。政策咨询区呢，主要是解答学生们关心的招生条件、标准、程序等内容。体验互动区呢，设置了一些典型的教学教具，通过亲身体验互动来增加对教学内容的了解，激发学习兴趣。这个主体展示区呢，是通过这个大屏幕播放我们空军院校招生的宣传片，还有我们那个三维电子显示台，来展示我们院校的专业设置。热烈欢迎广大具有报国情怀的青年学子踊跃报考空军院校，加入空天方阵，成为一名光荣的空军军官。空天方阵等你入列。